高中会考放榜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台中的品真的儿子，台中一中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英子的儿子也是第一志愿张中，是不是？这都是，而且他的张中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这个张中考上，算是张中里面的榜首啊。要搞清楚啊，他的分数可以到建中啊。所以他那天英席说跟我请假，说早上要带儿子去新的学校报到。我说你报什么到？他说那个已经放就通知啦、啊，放榜就要去报到啊。我说这还蛮奇怪的，刚放榜就报到，第一次听到。结果去了以后才知道，就是找他儿子去干嘛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觉得很奇怪，历年来都没有这么高分。上这个当中，就他儿子，所以咯，你怎么解释？你说是巧合吗？那还真巧合。那我要告诉你了，这一路我都是听了他那个英奇跟我讲，有时候问我，我都知道他儿子这一路来是怎么回事。他儿子小学毕业啊，成绩非常好，但到国中以后呢，也成绩不错，好像不读书也是成绩不错。但是呢，就说有点个性了、啊，就是看着老师、导师啊，班导师啊，不喜欢的班导师，他就使不上劲，使不上劲呢，就有时候就不去上学了，你知道？我说，哎呦，这不是变成问题少年了、啊？我说这怎么得了？对吧？那时候我就问英奇啊，我说，那你小孩这样子，最后怎么像是？小孩讲变不良少年也太难看了吧？你做超马做成这个样子，小孩变成不良少年也太难看了吧？他说，哎，可能这个还要多做一些，多做一些。后来这个就因缘际会啊，哎，就晃着晃着晃着，哎，他老师就换了，高三的，国三的时候老师就换了，就换一个从台北，在台北当老师的。说回到他家乡去当老师，因为家庭的缘故，什么什么，他就当应奇他们家这个儿子的班导师。大概应该，我想应该是颇具姿色吧。我也是前两天才看到，我前两天我很好奇，我说他们班导师这么厉害啊？我说你有没有他们班导师照片，我看看长什么样子，这么厉害的老师。就一看，哎呦，还真的颇具姿色，怪不得小孩就有这个行动力。哎，真的，有时候搞不好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你能不能相信呢？对不对？本来那时候我还问英奇说，我说你这样子要不要想一想你小孩以后怎么打算哦？他说，如果真的那么辛苦，就给他读职业学校好了。我就说，如果能读高中，就先读高中啊！现在台湾不是大学随便进的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随便读高中也随便有大学吧，是不是？我说至少往这个方向先努力一下嘛。哎，才讲完这，在超马斯里面时间过特别快，才一眨眼，人家已经考这个高中，就你看。不但考上第一志愿，而且还榜首哎！